会，生活品百味，方言小课堂尽在麻辣烫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凤姐。口这个词啊，在语言中很常见，原本在普通话后头哈、就是脑袋啊顶端的意思，但是在四川话后头，除了本意，经常还用作一个特殊的结尾词，放在不同的词语后面，形成了一个逐渐虚化的词缀。哎，说得有点专业哇、我们来分类举下例哈。第一种口，用在名词后面，可以组成一个名词，比如手指头、额头、菜头、年头，也可以表达方位和范围，比如啥子铲头啊、院板头啊、龟龟头啊，相当于说猛猛的头。头字哈，没得实际意义的，但是随着语音的变化，理智啊逐渐的脱落，就形成了啥子啥子头。第二种头，用在动词后面，将动词重新组成了一个名词，比如四川人说的吃头。哎，不是说要吃哪个的脑壳哈，而是说某样东西嘿好不好吃。就像哎呀，这个菜没得啥子吃头。像其他啥子还有啥子奶头啊、光头啊、耍头啊、响头啊等等等等。第三种哈，头用在其他词语的后面，比如有多形容词后头就撑头啊、对头啊，用到量词后头就对头啊。咋个感觉是不是上了一节语法课？没得办法，四川话就是这么有讲头，我们四川的麻辣故事啊就是这么有看头哦。酸甜都是辛苦，老了的酒醉了山间，醉了云间。花样妹儿，手艺好哦。陈哥子见笑了。陈黄豆，你不去卖你那个碗哟，跑到这儿来撞噻。哼，我来找花样妹儿给我做上新衣裳，难道不行嗦？这个呀，还真的不行。为啥子啊？除非，看，你做旗袍。做旗袍？我做了给你一穿嗦。如果你真的有那份孝心的话，老娘可以穿。哼，我懒得跟他扯。哎，花妹儿，你给我量下三围，我好去比到那个尺码去扯点布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只会缝旗袍。哎。鬼老倌，那天晚上多谢了哈。哎呦，客啥子气哦？街坊邻居的嘛。不晓得老大最后到哪儿去了呢？直接整，直接整回老家去了。就是整回老家去了。你们两个一大早往哪儿去？报名。报啥子名？我报名当保长。你当保长？陈黄蛋，你放心，听说现在啊都只有你一个人报名，再加上他和余瓜皮嘛，也才两个人嘛，未必然你连个瓜皮都搞不过吗？切，那会儿啊弄死弄活要去报名，你是拉都拉不住。不过啊，我觉得那个事情对你陈黄豆来说啊，说不定是个好事。你看，你跟一个瓜皮两个竞争，如果你搞不赢，哼，天都不得答应。话虽然如此，但是我总觉得有点那个。好好好，你就慢慢那个，我就陪瓜皮去走一趟啊，走了啊。怪不得要弄新衣裳。哎，这个不晓得是鬼老倌儿去报名吗，还是他带鱼瓜皮去报名？哎呀，陈老弟，你要有信心嘛。嘿，鬼老倌儿又咋子了嘛？再大的帽子也大不过一尺噻。你不晓得，那个鬼老倌儿啊，板眼儿多得很，我哪里搞得赢他嘛？你黄哥当了十几年保长。这里面的门道呢，
我多多少少还是晓得点儿。如果你的对手真的是鬼老倌的话，老娘给你支一招，保证你当保长。你给我支一招啊？啥子招？那就要看你出好多钱了。还说钱嗦？那个八字都还没得一撇，哼，我才不得上你那个门当啊！哎，陈黄豆儿，嫂子恭候你前来问计哈。来，站一秒。来，大家安静安静，都坐下来，坐下来。我是镇长。新的老师，派来的代表。嘿，搞了半天才是个跑腿的噻。今天我专门来主持老广场保障竞选的，希望大家投下庄严的一票，选出自己信任的，能够带领大家这个热爱党国的，这个以党国利益为重的好保障嘛。本次选举应到选民500人，实到选民50人。每个到场的选民都可以代替10个人填写选票，因此合法票数依然为500票。根据选民的代表规则，首先有请竞选人发表竞选演讲，下面有请陈华栋先生发表竞选演讲。大家好，我陈黄豆儿，要是当了保长啊，从此以后我就不卖药了，老关镇的人就结束了买歪药吃歪药的历史。好，大家安静。从明天开始，只要来老广场的郎中，我都不赶他们出去了。太好了，医疗方面解决了。好，就凭这一点，我妖姬支持陈黄豆一票。表哥，你预测一下，以后余华平能不能当选呢？这个还真难说，余华平竞选会引起人的逆反心理。韩谷子，你咋来了？出大事了！赖主任，那个贝老儿朝客栈方向去了。哦，你们在客栈门口等候，我自己先去看看。出大事了！哎，鬼老倌，鬼老倌去竞选去了。你刚才说出大事，出啥大事？省城里面的人了，专门调查李专员的去向。你咋晓得？嘘，小声点嘛。不是贴了告示吗？那有人看到我在码头上接了一个人的货，说那个人就是李专员，还专门喊我到县里面去问话。那你咋说的？咋说？老子故意跟他说的，动动眼眼的，让他摸不到边边。不然的话，脑壳打的话，鬼老子没看出来。脑壳打的话有啥子用？那两个教父啊，就是我们老关厂上的人，我感觉要出大事。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那两个人的嘴巴堵到紧。哎呀，说得安逸，照堵嘛，除非把他们两个杀了。请问老板是谁呀？赖主任，哎，白专员，
除了解决那个医疗问题，还有教育问题，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交通问题。这陈黄这牛皮吹得大哦。就是，凡是说的天花乱坠的，一般都不靠谱。对，那不一定哦，敢说的才敢做。我看陈王这儿有戏。可以。我打算了，在5年之内修通那个阆中到我们老广场的大马路，从此啊那个汽车就呜呜呜就开到我们老广场了。我打算在10年之内。经过我们老广场的飞机啊，我都要让他杀一脚。从此啊，就彻底的结束我们老广人肩挑背膊的日子。好，好，好，喂，谢谢大家。陈华头先生的演讲我们都听到了，下面有请余瓜皮先生发表竞选演讲。我也不晓得，咋个说。昨天晚上有人教我咋个说。但是啊，我是个老实人。那些不切实际的话，我说不来。我只晓得我是个瓜皮。我愿意给大家当瓜皮。我要把瓜皮进行到底。好，好，好，老师，教导，我们支持你。支持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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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你。赖主任，来，请喝水。都说你失踪了，政府也认定你失踪了，你咋干到这里呢？赖主任。哎呀，说来话长，王省长啊，强令我在半年之内要筹集10万大洋。哎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，所以只好挂冠而去，到这里隐姓埋名，混口饭吃。真是玉巧，新的专员失踪了，旧的专员在这里出现。社长。新专员失踪了，这位就是爱唱儿吧？哦，你我两个素未平生，你咋认得到？实不相瞒，政府在提审你时，我就在你屋头，还是我叫他们把你放走的。你敢顶老子的手？你还有一次机会，你看看是不是你在马粪上接的这个人。不像。哦，有像，说像的那个人也戴了个眼镜，这个人脸要大些，是个方子脸，那个人的脸要小些。哦对了，那个人有胡子，这个人没胡子可以刮，刮了可以长。你今天就说是还是不是。我那天都已经说了不是。把人带进来。现在进行第二项投票，支持陈黄豆先生的举左手，支持余瓜皮先生的举右手。现在投票，走。说，那天你两个抬的是不是这个人？大声点儿！说，抬到哪去了？就他抬到这儿。好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来，昌儿，
现在该你说了，你和李专员进店后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个话其实应该问问我。对不起，李专员，我问的是爱厂儿。先说清楚，我就是个背篓儿，我不晓得啥子专员不专员，也不晓得哪个长啥子样子，我只管把货背到厂，然后拿到钱，雇主一给钱，我们就一拍两散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没把这个人的长相记清楚，对不住。此话有理，闭嘴！这个厂你是打不起的。好好，那个厂我打不起，那我滚远一点啊！哎呀，滚回去！要是有你说话的时候。你说李专员要你把东西背到哪去？南充。去了吗？当然去了。好久走的？第二天早上。走路还是坐的滑板？走路。你终于露出了马脚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和李专员同过事，他出门喝茶都要坐轿子，何况老关到南充100多里山路，他堂堂一个专员还会走路，你把他当作什么人啊？把他铐起来！慢，别专员，你有话要说啊？要铐就铐我。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情跟爱上孩包括其他人都没得关系，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没得必要隐瞒。当初姓李的来做店是我亲自认识的，当我晓得他是来顶替我的之后，我就对他起了杀心。是吗？实不相瞒，我正在为了10万大洋而忙，王省长却不闻不问就派姓李的来负责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于是我就跟爱上儿说把这个人交给我，我另外找贝老儿把他送去南充。我给了爱上儿2个大洋，叫他赶快离开，如果一旦有人问起，就说自己天不亮亲自把姓李的送去了南充。啊，爱上儿是不是这样的？是，是这样子。那李专员人呢？当天晚上，我摸进他的房间，就把他杀了。凶器何在？尸体何在？凶器和尸体都不一样。人证何在？我一个人干的，没得人证。第一现场在哪里？毁尸现场又在哪里？第一现场在楼上的房间，但是现在已经没得痕迹。老馆上的床头有一个垃圾焚烧厂，我把尸体和凶器连同垃圾都烧了。别专员，那就对不起了，把他们铐上，带回省城去。喂，走贼，放开我，给老子放开！啊啊！走，给他出去！站好！这又不是我杀的，我最多算个证人，凭啥子把我带到省城去？老子老实，杀人犯你们不打，敢打老子！你要搞清楚，老子最多算个证人。打你爪子，走！放开老子，走！龟儿背后咋个会惹火上身呢？哦，老子晓得了，原来他用的缓兵之计，喊我去找龟老官。陈黄豆，40票。哎，你坐下。哎呀，我找我人。等一会儿，你这人先保着。哎呀，我有急事啊。不得行，滚滚滚！哎呀，我真有急事。老子告诉你哈，从你选现场是犯法的哦。哎呀，你选我瓜皮整得那么正经咋子嘛？啊，别拧不得行了，这哈儿走火了就不好了。滚滚滚，赶紧滚！嗯嗯衣服有没有？啥价格呢？都一样嘛，都是。
还合适嘞，纯属巧合。又一个二百五，安逸，过瘾。嘿，既然选出两个二百五，两个二百五，我看哪个整嘛哈。要不叫两个二百五一起单？要你个串串，一山不容二虎的嘛。哦，哎，我看一下得。哎，一个当白天，一个当晚上噻。安静安静，大家请安静，请安静。本次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陈火头先生得票250票，余瓜皮先生得票同样250票。既然两个都是二百五，那就分不出胜负。根据政府为本次选举制定的基本规则，我们在两个竞选人当中任命一个人为保长，请相信政府。现在我宣布竞选大会到此结束。还不选出结果？哎呀，咋个还没选完嘛？啊，能收几十个人？耶，鱼瓜皮，可哟，250票打了个平手，早晓得老子也去报名竞选保长，就是嘛。哎呀，到底我搞不搞得成？放心，搞得成，没问题。真的啊，那我说的好不好啊？说的好哦，说的只有那个好了。昨天叫了你大半夜，你一句都没说出来。不是我不说，是我一句都记不到，所以我就只有说瓜话。不过你那次是瓜到根子上的哈，对头，继续瓜哈。没想到那个鱼瓜皮啊，他就有250票，那个局势好复杂哟。嫂子，你要给我支个招儿喽。这个呀，只是走个过场，政府才是关键。哎，那嫂子，你好好说跟我说哈，哎，我讨教讨教。哎呀，鬼老板，鬼老板，糟了糟了，白哥和艾长二两个都被抓了。啥子？被抓了？哪抓的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陈黄豆啊，能不能够当那个保障？都全靠你嫂子喽。那你把东西摆起噻。你龟儿啥不烧出来的？我来找了你的，不让我进去。我晓得白哥用的是缓兵之计，想让你半路去救他们。你听我说嘛，只要我能够当到了保障，我以后啊绝对好好的照顾你。只要我搞到钱，绝对至少分你一成。老娘没见到真东西啊，绝不开金口。嫂子，你也担忧，我也担忧的嘛。我又没听到你说那个招到底灵不灵验。哎，那个卖东西嘛，要先看货噻。老娘晓得，你是一个爱钱如命的狗东西。哼，就算我给你支了招，你也不一定采纳。所以说我劝你，不要做这个梦了。那你说出来听哈嘛。那你先交点定金噻，不然我好意思说，你还好意思听呢？那你先留点风风来听儿嘛。我晓得你是说去耍的，算了算了，不给你两个说了。那我先给10块钱定钱。10块钱，亏你拿得出手哦！你把我当个叫花子啊？我再加10块嘛，至少一个大洋。等事情成了之后，你再现我一个大洋。两个大洋啊？嗯。你下手也太黑了嘛！这个叫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不干算了。还，都当老子遭贼娃子偷了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。